伤愈复出，原因也是因为出生球打到他的手部。我回到阵容当中之后呢，手感不错，这个球拉起来捞到了左野方向的飞球，还在后退，还在后退，这个球上去了，南亚阿给炸裂了，哇，在那边敲出全垒打了，林志胜今天球季啊第一发，那个时候是在出生球受伤之前，在3月20号同样是对上牛队的比赛中打出来的，结果在今天呢4月29号礼拜天也是在台中这边，上一次在台中球场，真的是在洲际球场来了一个两分弹，本季个人的第二轰，现在变成2-0啊，直接帮助拉米狗啊取得两分的领先了。这个球啊是林志胜喜欢的位置啊，内角低角度的位置的直球，以他的一个打击的特色，低角度他能够拉起来形成飞球的话，他的这个击球的点抓好的话，是有全垒打的一个机会啊。是。哇，林志胜呢，在隔了一个多月之后啊，当然中间伤愈休伤势的关系休息，再度的开轰，本季个人第二支的 home run， 带有两分打点。跟侯云中比一下是怎么打出去的，一个内角低球被他扫出去了。嗯，曲球，今天曲球可以多用啊。林启伟的曲球是有一定的威力啊，内角低的位置被他扛出去了。是，这球已经算偏低了。这个。